Wow, he's coming. Wow, he's coming. He's making a decision. Wow, no, no. Wow, how huge. Hot bread. 当然啦，是一个小版本。那个不是我，我是说他，他在他身上的。这个是国风吗？有单峰骆驼，还有双峰骆驼。他动物也不丑啊。不想出去的。在我们家，爸爸家人相亲相爱呢。没有呢。我们单独虽然能适应生活环境，但是没有办法像双峰骆驼在山区生存。因此，我们的腿比较长，我比双峰骆驼短，而且柔软。他在吃什么？小朋友，猜猜我吃什么长大的？答对了。叫做骆驼。大象在很远的地方，可以先看别的。还有一只骆驼在干嘛？别人看呀，这是什么？真的哦。走啊！连刚我卖查理来，查理来看骆驼呢。